郭正明哦，无唔对，孙立宏要说对象就是讲你伫咧球场看到迄个官员，所以是郭正明甲阿伯你讲，周夫人伊要乌说啊？唔是啦，是别人甲我讲的，而且到即摆嘛无法度确定是毋是真实的。我甲郭正明啊，无是甲讲伊犯法的代志，会讲互我知影。你想啥？无啦，我是咧想讲，代志哪有可能这么不可啦？阿伯，你才拄甲伊见过面啦。我讲过啊，伊刚伫咧球场是拄好去拄着，而且讲无两句话，伊就先走。假使讲我若是早就知影，我哪有可能要去阻挡？啊，是讲，你认为我是超过伊，没有代志发生啊？无啦，当然不是啦。我是咧想讲，阿伯，你既然甲郭正明恁两个交情，那呢，敢唔当请恁甲酒家斗三工？没安那斗三工。郭正明已经之前孙立宏家乌死啊，即马我是爱去叫郭正明黄高景做伪证。杨姐啊，你为着要替酒家脱罪，你即马要叫阿伯去做犯法的代志啊？无啦，我当然无可能安尼想啊，我是无希望讲三方合作任何的变数。讲到三方合作案啊，即马就应该终止合约。终止合约？无唔对。三方合作案是上野集团伫台湾的门面啊。若是合作的对象犯法，安尼上野集团的形象嘛一定会受到影响。对了，这款情形一定要马上切割。你是社长，你竟然连一点危机意识都拢无啊！问题是什么？检方对周董还未起诉，更加卖讲是判罪啦。而且两家后盖要联姻呢，你即马终止合约，安尼敢未影响到婚事？等下起诉就未付啊！你真正要等下上野集团甚至四天金矿拢去由周胜强拖落水？等下迄当阵，我问你，你感觉艾伦伊的状况，伊会感觉加较好受？原本我真看好三方合作。因为用咧扩展上野集团伊个版图，增加四天金矿伫市场个价值。啊，我即摆两个合作个对象啊，唔知你想啥物？一个走去大楼，另外一个戆到去乌西官员，我已经足切心个啊！你唔通阁我真正受着损失呢？人是你找，合约是你签个，你都要负责收买。而且你爱记。你不是周胜强的朋友，你是东京上野集团的社长。是。终止合约，安尼顺发跟大方都要付违约金吗？周胜强应该无问题，啊，不过彭耀武的，伊可能得七十八条。夫人，代志大条啊！敢是信强有关错？不是啦，是上野集团哦，向我们开记者会啊，那是葛总裁放消息，去有各大媒体。你敢知道这件代志？有人通知我。我是咧烦恼，青木社长是毋是知影当初你互拘留？啊，临时要宣布对生发不好的消息。小秀长，听讲四天金矿伊嘛发生无果，讲今日有重要代志要宣布，所以今日来记者愈来愈侪啊。我真想袂到，讲阿伯竟然查出这段代志。葛总裁来啊！葛总裁好。哟，阿伯，想袂到你也来参加记者会。上野集团要发布这个动作的消息，我当然来过来。你这烦事啊，到时我用个替你当鬼啊，你感觉碍许个问题？阿伯伊的话讲我真好听啦，其实是要当场给我压力，看我会讲啥。看起来阿伯真重视这件代志啊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大家今日阁半时间来参加这个记者会。
今日阮尚宇集团召开这个记者会，上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阮的合作对象正发集团周信强董事长有牵涉到非法的代志，即马等个接受调查。是。高中才笑的样，哪会看起来怪怪？咱两家都要结成亲家啊！照你讲，高中才应该袂做出对因兜不利的代志才对啊！阮尚宇集团是日本的公司，在日本的商界，唔对，应该讲是咧全世界合作的对象，心性上重要。我个人非常的遗憾。就当叫相关的单位，因为讲有做非法的代志，有严重的道德瑕疵。阿曼达，新木小姐今麦是要跟我先发做切割，啊，不过性格敢若是予人去接受调查尔，伊袂当安尼做。你先莫紧张，我给你问一下事。召开记者会，唔知影敢是杨姐家己意思。虽然讲即马案件还未开始调查，还毋过照安尼发展，三方合作有可能受到真大影响，会损失真大。我相信无人愿意看种情形发生。是，即马是啥物情形？是安怎爱开这个记者会？我甲杨姐讨论过啊，计毋通冲动啊，还毋过也是真着急啊。要赶紧切割机会。你敢袂当家己考感情？就算要切割，也莫这么高调。虽然讲上野集团是我交伊去做，啊，不过即摆这个事我也是插手，对杨姐来讲，伊认为我不尊重伊。可再讲，杨姐是家己的亲人，咱不需要为着外人啊来破坏家己亲人的感情。所以，我决定。就当所长只是去配合检方调查，啊！不过你煞第一只讲一个负面的话，想要影响记者，让大家抓准讲就当所长真正有犯罪。请问啊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敢讲你是想要迷信审判，然后找一寡借口给盛发集团付这违约金，你安尼叫做落井下石。金木社长，你讲你上重视诚信，结果。你是做这个背骨的代志呢？了不，赞啊！无唔对，阮爸只是尽一个公民的责任，协助检方调查办案，安尼做够有啥唔对？请问社长，你讲周董事长涉嫌不法、违背信用，那呢？我想要请问你，你敢知啊？伊是犯多一条罪？你敢有啥物证据能证明伊犯法？敢讲你认为你比台湾的法律搁较大，会当伫咧法律面前就顶阮爸的罪？各位记者朋友，请恁讲几句公道话。若是配合司法，就通当作是犯人。各位，向国家甲警方合作。请问社长，恁若是特别出阮爸犯罪的证据，你今仔日开记者会，阮就会当告你公然侮辱。青木社长，请问你敢确定周董事长有共乌西？你若是因为安尼甲盛发解约，安尼扛盛发集团的违约金爱拿偌济咧？本来是检调单位的代志啦，我无要定向的做，我无讲周董的犯法，我只是行使我要选择合作对象的权利。青木社长，敢讲你袂记咧顶边，我甲阮大兄阁有你甲李勇的代志？迄个时若不是大兄甲我即时赶到，将合约收走，若无今麦恁东京上野集团合作的对象，就是一个卑鄙无耻、无品阁下流的厂商啦。迄款人哦，要讲什么信用，讲什么品德，你根本就无法度选择的嘛。金木社长，信强就信任你，我嘛希望你能信任信强，我会当用性命保证，伊绝对是清白。青木社长，你也真正是要报恩，不可惜败。
苗母，你敢敢讲报恩哦？卡是我讲我是要报仇嘞！小平，叫保全把这人全部赶出去。海海子，将人请出去。哎，你们搞什么？来。雷锋，笨蛋！我知影大家个人有个人的立场啊，啊，不过咱拢是文明人。今仔这个记者会是上野集团召开的记者会，假使若是连上基本的尊重主人啊，这都拢做袂到，安尼若是解药，嘛真正一点仔拢袂感觉意外呢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海姐，那安尼我就继续啦。他对我有讲啊，盛发的组长即马接受调查，要阮三方合作，带来真不利的影响，造成真大的损失。所以，而且我代替阮上野集团提出几点承诺。第一，我希望讲相关的单位会当赶紧厘清、公布真相，赶紧还给组长的一个清白。第二，盛发集团是当初时阮在台湾找到第一个合作的对象。当初时阮是经过非常详细评估，阮们才选择因的。当然啊，心性真重要，道德操守更加重要。这不但是阮对阮合作的对象的要求，更加是阮对阮家己上野集团的期待。所以，阮上野集团，既然阮相信盛发集团，阮就必须。爱信任你。所以青木社长，你无要跟盛发集团解约？青木社长，请你讲话讲个清楚。我的意思是，阮上野集团会跟阮的合作对象徛做伙。帮助盛发集团躲过这届难关。秦副社长，社长，秦副社长，秦副社长，社长。哎，妈，董事长，妈，啊，你都放心吗？是啊，今麦合作还没促销，大兄一定会足欢喜的。警务社长，这人抬头画扁扁，到底是怕什么主？我嘛不知道到底是要创啥，那么我若是讲伊想要借助惊喜，已经达成伊的目的。是，多谢你，一定是你进前有口讲杨姐，下一回伫个最后关头改变观点。伊即摆咧处理代志啊。拢有真侪伊家己的想法。喂，嘉谢哦，好，我马上去吃面。妈，律师公爸放出来啊，会当倒去厝啊？信公倒来了，咱去将恁爸倒去。进来。我搁在最后你做这个决定，那无你直接就后悔。阿奶，恭喜啊！替我甲酒档的嘛，恭喜啊，恭喜！